说，多年前一对年轻的情侣到深山游玩，遇到三名在外游荡的不孝歹徒，意图抢劫。后来见到那位女孩颇具姿色，便觊觎女孩的美色，心中起了邪念。你们干嘛？抢劫呀，干嘛？而男子为了保护女友奋力搏斗，拉扯的过程中，心狠手辣的歹徒杀死了那位男子，然后将他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进一步要侵犯女孩。干！干！再吵架就更命啊！女孩失去男友的保护，只能在山区里没命的奔跑，却找不到出口。歹徒找到她后，她抵死不从，于是歹徒一气之下将她灭口。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之后传说这对情侣心有未甘，难以忘怀两人被歹徒拆散的痛苦，留恋红尘俗世的甜蜜时光，因而阴魂不散。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却因人性的贪婪酿成无法弥补的大祸。后来有许多不知情的游客来此夜游，每到深夜时分，都会听到悲凄的惨叫声。于是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渐渐传了开来，也没有人敢到这里游玩，这座在山区的度假村也就无人管理，荒废至今。于是勇闯鬼域超猛试胆大会今晚就要带大家来揭开这件传闻。不到长城非好汉，没有体验过真正灵穴的恐惧，就不算真正的胆大包天。鬼话连篇自从开播以来，就带着许多超胆观众一起体验出多元化的灵穴恐惧。当然，同样的，在今晚我们要请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今晚所有的感应的过程。勾魂使者背负今晚最重要的任务，必须要六位参赛者签下生死状，而未过关者也将被他们带离闯关现场。好，来，这边我们开始签我们这个生死状，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名字。参赛者首先必须确认生死状上的姓名无误，在姓名上打勾，然后盖手印。像关于鬼这个东西呢，我本来不太相信，所以今天呢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我觉得不错，而且呢奖金也很多，如果我能拿到这笔奖金的话呢，日子也很好过哦。参赛者陈佩琪目前担任会计，确认生死状的姓名无误后，他签下生死状，再盖上手印。在当会计啊，每天一直数钱，一直数钱，数的都是别人钱，心里面觉得很那个，所以说一看到说电视上有这个机会啊，10万块钱，那当然就报名来参加，对不对？10万块嘛，谁不要拼的啊，对不对？怕什么？参赛者柳少培是一位专柜小姐，在确认生死状的姓名无误后，她签下生死状，再盖上手印。这一次参加是蛮紧张，但是因为平常生活太平淡无聊，都快睡着了，所以想体验一下自己的极限，然后找寻一些刺激。那希望大家为我加油喽，为了10万块。佟丽安信仰的是基督教，确认生死状的姓名无误后，也签下生死状，并盖上手印。今年的年终奖金呢，好像发的很少，所以同事们叫我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节目看看，因为他们说我胆子很大。那么因为我是信基督教的，我想应该是没什么好怕的了。但是我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还蛮可怕的。薛明珍目前还在大学就读，长头发大眼睛，看来文静的她却谎称自己非常大胆。我的胆子很大，然后呢希望今天来参加这节目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
在冠冕堂皇的自我介绍下，其实不难看出叶玉桥是一个爱逞强的女孩。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到欧洲去玩，现在有10万块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有一天我一定会在巴黎铁塔下散步，还有坐在左岸喝咖啡，加油咯。而且看见的状况更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定会成功。好，现在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呢，已经所有的这个生死状呢都已经签约完毕了。那现在小敏就要跟大家来说第二关卡，挑战人类恐怖极限。第一关，挑战人类恐怖极限。6个恐怖箱分别藏有5种不同的可怕食材，其中一个箱子藏有直接通往下一关的令牌。参赛者先以抽签方式决定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小心选到恐怖食材，必须按照指示吃下去。好，那现在我们要进行抽签的动作，这个抽签动作将决定你出任关卡的顺序。3号、2号，记住你的顺序。4号。6号。好。1号，签我。6号。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没有机会能够逃掉这一次的考验了。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们应该也看到了，他们所要接受考验是什么呢？的确一定要克服掉心中的恐惧才能够达成。好，我们要请第一位抽中这个1号签的这个小姐来选择那个箱子，请你慎重选择。你要这个是吗？好，1号名球选到的是越南名菜鸭仔蛋，还依稀可见鸭仔的雏形。对，这个也待会在那边常常吃，但是是热的呢，就是冷冰冰的。它整个血管啊，然后那个肉啊，还有那个小它的那个后腿都还看得到，整个雏形是很完整的。现在呢，它慢慢的把这个蛋壳剥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只小鸟，它整个雏形哦，都刚好是一个蛋形形状。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面对这样的食物，你敢拿出来吃吗？敢啊。你为什么敢吃它？而且你为什么毫不犹豫？我在这边常常吃啊。在台湾常常吃鸭仔蛋。是在越南。哦，你并不是台湾人。对。哦，所以其实对这个食物你是常常吃的。对，但是问题是我吃是热的，那这是冷的，但是我会尽量吧。OK， 好，那请吃。对他而言哦，这是其实因为曾经品尝过，所以也算是一种类似金牌。所以他对他而言，尝试这种，因为之前尝试过，所以不会觉得太恐惧。味道怎么样？好，他已经要这个接近最后一口了，也请下一个参赛者要准备好。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这个关卡就是鸭仔蛋了。好，恭喜你过关。1号虽然吃下鸭仔蛋幸运的过了关，但是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有更严厉的第二关考验等着他。选择你要抽的这个纸巾裤。没关系，我让你慢慢挑，因为你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慢慢沉思。好，这个确定是这个？确定哦。这个还是这个？请选择。好，这个。好，请自己打开。好，慢慢来。打开你的纸巾裤。自称自己既勇敢又大胆的2号佩奇，必须亲手抓3条面包虫并吃下才可过关。贪心的他会不顾一切吃下面包虫，通过第一关的考验吗？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味觉上面的挑战。来，你们现在呢，你要自己拿出3条面包虫，并且把它吃下去。其实，这就是一个味觉上面的挑战。
这真的很极限，因为其实连我自己拿在这个隔着玻璃拿，我都不太敢拿。来，趁新鲜，三条。如果你吃下去，你检闯关成功，你就可以去闯第二。你看这个女生，她在拿闯的同时，你看她的手臂上面鸡皮疙瘩，毛全部都是竖起来的。你对于这个闯，我不用去介绍了，我相信她应该很害怕。没关系，来，我们慢慢来。请把三条虫放在手上，慢慢来，没关系。好，三条。有没有小条一点？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挑。而且我劝你在拿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们身体给挤破。好，现在小饼就立刻要问你，你要不要吃下去，然后闯关成功，并且到第二关去继续闯关，请选择。好，他决定要克服他心目中的这个非常极限的这个障碍哦。其实不是只有他而已。加油，非常勇敢。我劝你是整条吞进去应该会比较轻松，因为你把它整个咬住，它身体会有那个汁流出来，你了解？那第一位吃下去了。OK， 好，第二位，没关系，慢慢来。既然有这个勇气呢，我们就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慢慢克服。好，来，第三条。我先问你哦，你现在已经含在这个舌头里面，好，没关系，他现在没办法讲话，所以我们让他多一些时间，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我知道他一定是虫在那个嘴巴里面动，来，没关系，你快把它吞下去就好了。如果你现在吐出来的话，对不起，视同弃权哦。超勇敢的这位小姐，好。好，如果你整个吞下去了，请把嘴巴张开，让我们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没有把它藏在别的地方。好，啊，我忍不住给你鼓掌，真的太厉害了，他克服他味觉上面的恐惧，好，过关。佩奇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终于吃下三条活生生的面包虫，最后仍通过了第一关，挑战人类恐怖极限。看来弱不禁风的专柜小姐三号少培能通过恐怖大餐的考验吗？这个，确定是这个，确定，请自行打开。令牌，恭喜，恭喜，走，好，请领走，谢谢。对，这就是那个免死令牌的这个功用哦。娇滴滴的少培竟然十分幸运地拿到免死金牌，然而幸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着他，直到闯关结束吗？这个就你前面这个好。小安能克服心中的障碍，生吞活蟋蟀吗？在泰国其实他们也有生吃啦，那好像听说对男人也蛮补的。确定？确定，我有听过这个说法。虽然说在泰国那边有炸的，然后可是我听说他们在北泰那边是有人生吃，你就试看看，就当成是第一次来挑战。我还宁愿吃面包虫。要不要吃它？现在就是你决定的时候了。要吃还是不吃？如果你不吃的话，我们就请死亡的这个使者把你带走。吃的话，进行下一关考验。要吃，选择要吃。OK。小点。好，来。很勇敢哦，选择要吃。太厉害了，来！但是我不禁想要在喉咙里面动。
你而且是被刺到的感觉。来来来，你给观众看一下你脖子，你看他脖子已经掀起一大块鸡皮疙瘩。可不可以让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剪他的嘴巴？来啊，他这个吞进去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咬他？觉得比较好吞是不是？因为他不咬的话觉得很硬，我想会不会非常勇敢过关。带着小安就在众目睽睽下面不改色地吞下了一只活蟋蟀，下一关他能如此轻易地过关吗？本次测谎是语音内容，除了要带您进入未知的世界，更要带您闯入未知的禁忌语音鬼话。今天最新节目《勇闯鬼域超猛蟋蟀大会》就是要测试您的胆量，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如果您已满18岁，身心并无不适的，欢迎报名参加。如果真的挑战成功，还可以把奖金10万元带回家。快拨我们的语音报名专线，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络。